充气是不是？对。所以就你讲话我都聽，我讲话你们会听得到，你们可以录哈？可以可以吗？可以。好。没有化妆。他根本没有办法每个礼拜都上课。那是什么高裤？不是摄影机。这是杜拜机场转机，阿姨有自己心头好的店吗？没有啊，我上次没有去贵宾室，这一次要去了。你这次要去了，你要去哪一间？我是那个龙腾。A 对啊，杜拜机场的 Shake Shake， 蛮贵的哦，在 A10 登机口的附近。你等一下要去吃吗？不行，那晚一点。这边可以自己点餐，然后刷卡付钱，然后来领，就不用在那边点。有吃，麦当劳也吃。那间呢？有，都吃了。游览车接口是出口七号，出来以后朝 P1、P2、P3 的方向走就可以了。不会冷啊，其实。来，先全部过来，先全部过来。又再次回到这个地方啦，超难得。
堂呢，从米兰大教堂走进来，直走到第一个十字路口，就是 Prada 跟 Louis Vuitton 的地方。就是 Prada， 然后呢就可以在 Prada 门口找到这一个大家都想要踩的牛牛的蛋蛋。还不错用啊。